虽然演出活动受到疫情影响，但是南洋戏剧团的团务并没有因此停摆。团员除了基本练功，也发挥创意，透过线上平台持续的推广歌仔戏。这次的疫情导致我们全国这样三级警戒哈，在市容工商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啊，南洋戏剧团当然也在这段期间所有的演出与排练都是暂时停摆，但是我们在停摆期间依然持续的秉持这个传统与创新的精神，分流上下班来研发研创，继续在疫情过后能够呈现更好的一个戏曲给观众们欣赏。所以这段期间当然要请我们依然大家乡亲哈，一起来齐心抗疫啊，让我们为台湾加油，宜兰加油。身兼南洋戏剧团名誉团长的县长林之妙更是在百忙之中来给团员打气，勉励团员要不断充实自己，等待疫情过后能够推出更多精湛的作品。因为疫情呢，这个艺文团体都是重灾区，非常的辛苦，谢谢他们。那他们呢，非常的认真努力啊，在这段期间呢，他们还是不松懈啊，就是呢，在脸书或者是灵山公共频道啊，都有演出，非常的棒。在一起啊，一起来看国语跨国体啊，这几天呢，两个节目对大家作为一个团体，我都希望呢，能够来鼓励他们。在这段期间呢，虽然是当官哦，疫情这段期间虽然呢，就是没有的这个演出，还有呢有的这个就是删除的，但是呢，他们还是这么努力在练功夫，希望呢能够呢把最好的给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县长也表示，最近看到南洋戏剧团所拍摄的短片，觉得很有创意，融合了戏曲和防疫观念，期待团员能够继续努力，和时代潮流接轨，展现更多元的歌仔戏样貌。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